你看我们家煤球笑得老开心了。这里是南峡新开的印象城，据说上面有遛狗狗的地方。带着我们家这两只，然后用个小推车带他们去逛逛看看。喵喵，你好淡定哦啊！嘿，嘿，啊，我们开始进去啦。啊，今天周末，印象城人好多啊！你看我们家煤球笑得老开心了。现在是以狗的视角在看。看到一只柯基，到了六层的遛狗狗的地方，找到小伙伴了，一个柯基。这么大个场地，遛狗狗玩的。哎，快过来！咦，小猪啊，好了，准备回家了。宠物专用电梯。